家会一开场，就是带来主办单位精心设计的全民收订簿，希望强调今年台湾灯会伫彰化，适合各种年龄，无分职业，只要来到鹿港看两年灯会，就当得到真大的快乐。随着过年过年愈来愈接近，元宵节将伫彰化鹿港来信台举办的台湾灯会，也已经做好了各项的准备工作。彰化县长杜佩官也特别伫台湾灯会伫彰化记者会上，大力宣传这号称是历年以来规模上大的两年灯会。经过了长时间的筹划，已经到了要把美好的成果呈现给大家的时候。Discovery 说，台湾灯会是台湾的最佳节庆活动。我们这次台湾灯会在彰化鹿港来举办，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灯会。看到将发送给民众的新气象小灯光，彰化县长杜佩官接受亲身大赛以及来宾最会为灯会来代言，让现场是喜气洋洋。另外，为了让中台湾的乡亲会当在过年期间就提早来欣赏到美丽花灯，县长杜佩官也欢喜预告，为二九暝开始，在鹿港市区的各大宫庙都会提早来将主灯点光。其实，在农历除夕夜开始啊，我们鹿港很多主要的庙宇，他们的龙灯就已经开放了。所以大家可以避开塞车，在农历除夕以后的春节假期就可以到鹿港来玩啊，喝康喝盛喝家喝款拢伫咱彰化。我请咱南投所有的乡亲，这个新春的时阵，咱除了咱南投的风景，另外外围的观光客啊，咱会当前往彰化县，咱来这边才参观因的风景啊，甲一寡这的文化的景点。尤其暗时吼，会当来参加灯会，留下滚滚吼。这个号称历年规模上大的台湾灯会，将在二月六号元宵节即天盛大举办。但伫过年期间，就各项精彩节目陆续展开。为此，彰化县政府也大力邀请中台湾的乡亲，拢会当伫过年期间来到彰化过一个闹热、阁好看的春节假期。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。